回趟妖村嘛。我去妖村干嘛？去了你就知道了呀。沙师姐，我们走了。去吧去吧。那我们走了。好，慢点。怎么了怎么了，雪姨？哎，来嘛。走开。一个好消息，等我成为清源之光之后推行的第一个新政就是永久免租。为了庆祝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，让我们今晚不醉不归。公子，伯父让我带你回去。我为你当牛做马这么多年，居然为了一个不爱你的女人杀我。现在的坦坦已经拥有了洞虚功力，你可以拿这把剑刺我，验证我的说法，或者不用任何功力，直接向我刺来，报当年的一剑之仇。这些年经历的所有痛苦你根本就不了解。对，我是不了解，可是我相信师兄，我甚至相信慕白当年对你的爱，他是不会骗你的。我凭什么相信？我告诉你，我谁都不信。快用洞虚功力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解我的西兰花之咒，既然它能治愈万物，现在我想拿它来救你，希望你醒来以后不要怪我。Thank you.
你们这些偷东西的精怪有什么好废话的？莲花精，快把七叶莲交出来，不然兄官我们对你不客气。交出来！师兄，莲文。 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谭坦，你怎么了？师兄，我刚刚摸了莲子，看到你跟莲文师姐的过去，那感觉好真实，就好像我跟你们一起经历过一样。谭坦，你也不要多想，我和莲文已经是过去式了。 可是，你终究跟他有过一段情，不是吗？而且你还辜负了他。